上午最后一堂课。好，这就是你上。好了，怎么了？随便穿吧。那还有20分钟下课，那现在就把黎色这篇课文给背了，背一个走一个。挨什么挨？黎色也就两三百个字，老师10分钟就背得完哈。你们比老师还年轻，脑壳也比老师好，咋背不完嘛哈？废话不多说哈。10×19=450，你明明是451个字。快点背，作业。背得到了就自己上来哈。哎，你背。啊、这就背得到了吗？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存。举例为二，哎，上来，帮我听一下哈。后面的同学哈，可以去举例为二接着背哈。长叹息，掩涕兮。打我神经吗你？小范儿，我饭都吃完了，你还没背完啊？哎呀，不要说了。1、2、3，还有三个同学好，抓紧点背。哎，这样分背得到了吗？差不多吧。来，上来尝试一下。长叹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有那么恼火吗？先去吃饭嘛，下来多背好，明天上课第一个就冲你。